你想啦？哎，你打电话来，佮问我是想，你是倒一个诈骗集团的啦？足无聊的你。喂，啊，你想听到我咧讲话无啦？我来这水啊！啊！喂喂喂 ，Hello！ 啊，你头有听到你熊妈妈搞应接的？哦，真有够水，靠有一个 A 狗的啦！原来是你的小宝，你才找骂呢！恁爸一拄到你哦，就衰啊！听到你的声，搁大声，你实在是，实在是，哎，搁吐的啦！啊！你今日咧放屎，你讲我带屎，好废的。不管，即马重点是，重点我找你就是要又去又带又麻烦啊啦。又去安怎？又去吼，甲迄落，伊有可能去互无啥人带走啊啦。你紧想办法救因啦。啊，又去甲迄落，奈何刘先生带走？你讲啊清楚，啊我哪斗相共？好废的，这一时嘛，我都讲会清楚啦。啊！不，你紧来救我啦！我即马都予人关伫个进前，你又去用迄个仓库内底啦。喂，喂，哎、欸、啊！这搜寻无好啦，听无啥有，啥物又去用个仓库？啊！你讲较清楚个啊，怎样？真笑诶！你讲真笑诶！讲啊清楚的啦，福林，我来啊，我来救你啊！你给开门。等。哎，啊，你目睭是安怎？那真甲秘书是互胖定着的同款啊？找伊来嘛，先甲我讲一下，安尼才袂失礼啊！啊，干怎讲这嘛不是咧话公差的代志？你呀，哎，你目睭疼哦，哈哈，一定呢，一定呢，真甲安尼哦，唔知是得是人哦，互人讲的，哈哈，人哦拢是烟枪嘴啦，你哦烟枪棒。你这无赖道人呢，拜拜，好休息半天。这摆更是讨论麻烦的时阵，你到底要把代志讲个清楚无？那么我家己去找刘先生，予你一个人哦，享受孤单老人的日子啊！哎，这夫人卡冷静啦哈，那会当安尼会协调夫人啊？夫人你放心，我绝对袂放你一人伫遮，我一定叫你出去。王启明，你找小杨要创啥？嘉良。是妈妈啦，阿妈，你那用抱枕的最近较好啊？你即马伫迄边啊？无啦，阿煞唔知影哦。因着叫我讲卖食牛进川的药啊，啊，我着来病院予医生看啦。啊，着无说因哦，迄电话煞歹去啊。啊，拄好拄着彭启明因啦，啊，所以我唔才甲接电话哦，啊，卡电话予恁，啊，予恁放心。啊，恁那声哦，听起来敢那伫咧外口呢。啊，恁伫倒哈？丁夫人，赶紧甲恁后生看看一下啦。哎，即毛俩，阮要去抢救呢。啊，讲什么哦？阮迄路啊，无代无志，向向走一条狗，一定是想要张子祥的代志。遐毋过事实上都毋是安尼啊。尤丽，放心啦，我叫我的助理哦去定位张家良的位，马上就找到。是对啦，紧讲啦！哎，伫咧之前，我甲怎互你吊悬悬，然后伊享受大怒神的快感。哎，行到妈妈号，差点要上吊，佫跪落来甲我求的迄个所在啦。所以，怎话你捌互你停低过吼？哎，也佫讲，虽然讲伊是我的丈母啊，毋过，歹代志做受济啊啦。啊，佫拖累着尤其，为着保全尤其，我只好代伊袂起。该真万福真话滴吼！唉，其实啊，我嘛是想足久的。真话，你这恶鬼哦，即马应该是伫咧十八层的地下，
会受苦啊。即嘛毋知影行位倒一站啊，应该搁咧头一站，拔舌地狱，伫遐拢留恋。因为在世之前哦，讲受侪白茶，西拢受侪是非啊，受着迄小鬼哦，用夹啊，家己个喙齿咧夹互断断，然后大来个扳掉，一定生不如死。啊毋对，已经死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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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好，莫讲遐多，有诶无诶啦。找着所在，毋紧传来。好，有咧啊，恁遮小等一下，我去甲车开来门口。师傅啊，你扶扶恁哦，偷偷行。啊，扶恁哦，目睭受伤，无爽快，爱找你。好。你真正吼是大心啊，善良，搁捌代志呢。哦，我看这幽清伊哦。一点就很好的啦，好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今晚马上去准备。真正是七月半啊，唔知死，我若是看在你还做利用的鸡蛋吼，我直接给你皮放来当做狗扒，真正唔知死我。哈哈哈！头拄啊讲我做议长的时阵哦，四界哦得罪人，啊你家己咧，我甲人得死了了。好家己的囝婿啊，吊起来凌迟！哎呦，你看你做人偌失败嘞！小我讲几百遍啊，你即摆真系干一只船的嘞！你讲，你今日搁创啥？我时常是不是讲话你一点都会？你讲啥我听无？我已经讲几啊摆啊！我去鸟国是替彭前一早去办代志，我怎去找什么张志祥？根本找唔着人啊，放我！伊讲的真正是事实，你若真正给娃娃淹死，那呢，你为什么拢问我？白水杀小刚喽！别喽！别喽！听我指示啦，你给我大声大叫，我让你做一啥 ？Yes sir。张家良，我妈当初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张子祥的代志，全部拢是阮是枪法班、手法班的。迄路只是负责把尸体送去给殡葬业者尔，伊其他事真拢唔知影。你搞掂去，什么尸体啊？我子祥无死，你来无讲？让人救去。哦。你可以给我淹死啊！为你话乱讲啊！我无得讲出你的蛋。当初自头到尾拢是彭老总去做的，迄大头兵到底谁在赢兵，我要来知影。我是要来给你答案啊！叫你老实甲我讲，甲道三刚找到子祥，我保证，我留你一条生路。阿拉伯，今日绝对就是你的死期。我啥物拢不知影。你敢不是有哪有讲？你伫咧病院的时阵，摸到伊冷气机的手啊！也毋过，连你拢无法度认出家己的后生，伊老尾哪可能认得出来？你明仔你伤害无辜，你嘛是做妈妈的人，看看你就袂当将心比心。洪文学，你真清楚，当初就是因为爱情，子祥才发生意外。当初我为了要替子祥报仇，我去找爱情，爱一命赔一命，是因为文玲甲老总裁出现阻挡，啊，若无你根本无机会，甲爱情享受天伦之乐。你就是讲，我甲家良做出不好多弥补的代志，才会做这一事。不是，是因为爱情丢面头去参会啊，是因为阮爸一直甲伊当作清早的时阵赶快看待，是因为。
我是一个做妈妈的人，我知影失去后生的痛苦，所以我无希望伫这世界上跟我一个做妈妈的人，跟我同款有遐尼痛苦。我落去当厨师，必须你的。我才刚叫你的呢。我看到你甲彭总裁来咧叫阿强的时阵，你敢知我最想要跪下来，甲恁磕头，感谢恁呢。你就是安尼报答我呢。我知影子祥以外甲你无关系，这一切拢是你妈妈庄月丽在主导的。我即马刚刚求一个真相，我即马刚刚求我的后生讲话咧，我即马刚刚求我的后生子祥会当再来跟我团圆。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啊，也毋过这真正是两回事。迄件代志我真正无参与，我啥物拢毋知影。我不相信！我求你，彭文雄，我求你，我知你真讨厌我，我嘛真讨厌你，所以你无想要白接你就好啊，我知影，我袂怪你。也毋过，你想看阮爸好无？阮爸自豪到尾，拢把伊当作亲生查某囝在看待。伊嘛全心全意、真全力在栽培爱鸟。就算后来恁做着代志，伊嘛从来毋捌怪过你。我即马求你看到阮爸的分相，就算是你恨阮爸，恨阮放甲阮钱好无？也毋过我真正啥物拢毋知影。刘玉小姐，你袂使忠言逆耳。这个方文丽是刁工用感情咧甲你绑票，其实这件代志自头到尾拢甲你无关系。伊是刁工掠你咧接驳我。张家良、方文丽，你若有啥物代志，你要交对我来。卖有人去小姐，伊甚至是我去处理伊个张志祥的代志，嘛拢毋知影。方文雪，我就是我的后生，我就是我的子祥，我求你，我一个答案好吗？文丽，我说求伊，求伊无任何意义，伊就甲做我哩同款，无血无目屎。既然希罗对恁母仔来讲这么重要。我即马就送许个去找陈文丽。明啊，明啊！阿公啊，阿公！爸，哦，海龙王收人哦！你恁是啥物？恁敢安尼折磨伊？你老真正有我给你淹死啊！那你讲安怎？恁伤害子祥的时阵，不是同款理亏无情？放开！天龙，天龙，天龙是要魔鬼啊，魔鬼啊！方文雪，你想要跟老实讲，啊那无我同款送你去找你妈。我求你！送我救你，紧家救起来，只要会当家救起来，我一定会交代详细，一起了解到底调查了什么，好不好？当晚讲啊。文雪，我家只要对你有好，希若只要愈凄惨，伊就会讲得愈清楚，讲得愈多。讲。天龙，天龙。吼，这天空有影有熊呢。要闹出人命，还阁闹心哉哉啦！好娘，阮阿公嘛看见你白见光呢。阿公啊，阿公，你莫讲废话啊！到小事加大，把人救起来！啊，动作啊！我，哦。给你一次机会啦！我相信伊即马一定会甲之前阿黑佬讲出来。